好样的，猜错了。猎人的孤独，为什么要送我弓箭？你明明知道我不弓箭没有用。啊，对啊，彼岸游境的同人能不能选远攻啊？因为好像那个夺命凶蛋他有枪，好像有枪还是刀吗？为什么要送我弓箭？你明明知道我不能用弓箭。莫名其妙被一个武将击飞招式，同伴击飞，我们也会被打到吗？这真的是有够那个无言的。哎呦，这叫做因果报应。我们平时都爱用武将去打飞，然后去害那个其他总大将，然后害其他武将，就其他武将记恨，然后他也直接打飞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被砸死了。还好是二代猛将传敌人啊，没有那个武器属性，如果有的话就糟了。那雷电状态像吕布，把那个别的小兵打飞。然后我们就直接遭殃，一定遭殃。为什么你要跑去打旁边呢？自己会砸到，难怪后来改了。我觉得说虽然乐趣有，可是一定会有人被这招害死，一定有人会被这招害死。所以一定把它改掉，或者是说有那个玩家不小心把那个总大将害死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，不然的话说真的是很有趣，怎么会改？就是因为不一定有玩家抗议。来看一下传送阵，哇，你们还真是有耐心，从那么远的地方直接跟过来。我觉得应该要到了啊，已经七层了嘛，第八层了，到底有几层？不捡宝箱了，反正宝箱再怎么厉害，是不及我自己打造的装备好。就不小心砸死走大将拜登，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这样说啊，然后才会改、欸。等一下，啊，看我这个地方要把它清完了。我竟然没有看到那个传送阵。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增加难度哎，就像魔猎人啊，魔猎人各种死亡啊，然后只会让玩家啼笑皆非。可是到那个三国无双，就会变成说。
这是 bug， 赶快改掉。对，一辈子不会再忘了，绝对忘不了啊！这让我想到太空战士，太空战士里面好像有一个就长这样，有个怪物，哎，那我到底要走哪边？看有没有人把那个新的无双啊制作 mod， 然后可以像以前的一样，因为像上古卷轴就很多 mod 可以把它改得像之前一样，像一城余生也是啊，一城余生就有，原来在这边，一城余生就有啊。有人说四代一城余生 UI 不好，然后把它换回去三代 UI， 然后并且再加上技能的各种升级啊，全部改成像三代。所以我觉得无双七啊，或无双八，甚至无双九，也可以用那种 mod 来去修改。我觉得可以这样哎、欸。PC 版的好处就是 mod 啊，自带吕布，敌人也可以开觉醒印。因为每次我开觉醒印秒掉敌人的 BOSS 的时候，好像敌人都没有开觉醒印。哎呦，我真的我记得我以前玩四代没有遇过哎，开了觉醒印。哦，我们开觉醒印的时候，可以秒天秒地，换敌人开就换我们被秒。我还真没遇过。古牢关之战，吕布会开觉醒印，这看听起来有点像在雷电状态，有点像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讲，我突然想到。好像有，我好像遇到觉醒运都是直接把它耗掉，我就直接绕跑，绕跑之后等它没了之后我再回去，然后换我开觉醒运，十楼了，好，我看攻略好像就只有十楼了，前面两次都是在这边，我估计也是在这里，被骗了。好像在带那个小兵绕大街哦，暗黑破坏神带小兵绕大街。合肥之战，张辽、甘宁、啊，我遇到张辽都直接 K 下去了，他感觉速度也没有很快，然后招式有点像关羽，有就连武器也是啊。像关羽是那个偃月刀啊，张辽也是偃月刀，然后后来就是关羽是青龙，然后张辽是黄龙偃月刀。
哦，到了。这一旦回到上层，就必须再次通过迷宫。张辽觉得比关羽好用，不过如果用其他的去打的话，张辽还是不太行。好，来打 POH 了，好像要先打 BOSS 再打 POH。关羽千里行要玩曹操军才是刺激的，一直挡关羽吗？让我想到以前二代猛将传，貂蝉千里行，吕布要一直追，然后会有很多人来挡吕布，然后换你玩貂蝉的时候会变成说，一大堆关卡是挡住你的，到底是如何？我觉得明明就是千里行啊，同样是貂蝉千里行，你是貂蝉军哦，你是要过五关斩六将，然后换成你是吕布军，你一样要过五关斩六将。破坏马车，走吧。关羽和所有武将全部激昂，都发电。为什么身为曹操军还要被自己的关卡挡住？每个都是带电状态，你是说三代吗？因为带电状态好像是三代，然后四代是觉醒物吗？那玩曹操怎么办？哦，被打还也蛮痒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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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才刚放喵一而已，你超讨厌的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你明明超弱的。对，引爆！菲利亚交给你了，菲利亚交给你了。再来，这看起来像在打那个魔猎，还那个混乱军团，跟我打那个混乱军团，好像也是很大只，然后在那边边，打赢他之后他就会掉下去。我根本就没有闪跳，还有那个多罗罗啊，也是啊，他荒霸鬼就在旁边。加奥敦钻才会出关羽千里行，哦，看起来好像很猛，哦，会不会被击必杀？
流星爆裂，听起来好像很猛啊。哦，流星爆裂好猛哦，2000滴而已。好猛，流星爆裂，心之消失。哦，好猛，好猛，好猛！史上最强 BOSS， 这是史上最强 BOSS。混乱军团最后 BOSS， 对啊。我不放命要义了，那放命要义，然后结果他就直接跑掉。算了，都不放，我还是继续放。啊！我被麻痹了，我被麻痹，我被麻痹。混乱军团也很简单啊，你只要拿到最大次的召唤兽，完全直接 OK， 吊打。一起必杀！就被菲利亚尾刀了，被菲利亚尾刀。OK， 哦好，感谢啊，谢谢收看，辛苦了。啊，菲利亚，晚安哦，感谢战国无双三力，哎，力是什么啊？猛将串吗？我只知道有什么无双力啊。虚空同人，地里头已经被操控了吗？你眼睛会动哎、欸，眼睛原来会动哎、欸。如果打输会不会进入 Bad Andy 啊？菲利亚在旁边干嘛？痛哦，不过不要紧，你输了。这就是 NAO RPG 的不合理之处，我等级太高。结果不用打 POH 吗？
哦，搞定。虚空区的任务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攻略那个99跟100层了，因为这样虚空区先打完，然后再去打99跟100，会有隐藏 BOSS， 反之的话会没有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明天就来打啦，打那个99跟100。好，那我顺便去厕所。莉莉贝特，打谁白住宿？万代吧，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念班代。
五六啊，来 Sophia。哦，然后接下来选 continue， 哦，等我一下哦。OK。哎，有四件呢。索菲亚一回来到那个大索，菲利亚一回到大索菲亚，然后就开始东跑西跑。OK， 来来来，嗯，小心。开台。慢慢来，宝宝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稍微等我一下哦。咻啊 ！OK， 进行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任务。该不会这个任务是在限制时间内一直跑来跑去？可恶！同人马上就直接攻略了一个女角。应该是买衣服。果然，马上就触发。
有戏剧耶。K 里头完全就想要舔舔舔了。啊，利兹贝特！好 ，OK， 接下来去虚空区看一下。有没有什么任务？等一下，突然懵。隐匿区已解放。啊？等一下，隐匿区。哎，一个人去前往艾吉尔殿。我来看一下隐匿区是什么。若以离线状态挑战隐匿区，每攻略十层楼可以获得特别报酬。好，不要。这样的话还剩下这个欸，这个不知道是要干嘛的。TLC 虚空任务，噩梦之王的残渣，21，其他根本就没满。获得虚空点数，他说我的虚空点数3970，我到现在可还不知道说我到底是来干嘛的。Level 2，啊，补了那些就算了，好，回去吧。那就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。哦，明天再来攻略100层了。100层应该还蛮快的，因为99跟100它就不是迷宫区，它就单纯只是个。头目攻略而已。好，那么就先到这边，今天晚上实况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么谢谢大家收看黄金城的实况，那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刀剑神域，就到这边，大家晚安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安，拜拜。哎，出现了，鉴赏模式。Thank you.